我就是在船上长大的。我们班有一些部分学生嘛，就是上不起学，都辍学了，去打工。还有一些嘛，成绩好一点的，在一些好的学校上，但是他们都不会去当渔民的。 就是去年上半年吧，检查三次，你食道癌了，不行了。在后面流。我以前是139斤，4两，现在掉70多斤。 没有水吃了，这个缸里面水老早是我们都是好用的，现在不好用了。这是九龙路出来的那个污水，它也24个小时都可以排的，它那个上面那个铁管子送出来的，我们要远一点到长江心里面打水。 以前长江水有点发甜了，现在呢就是发的有点怪味。来到这里32年了，就我们一户啊，我第一家来的。 他听他们说江南嘛好过嘛，逮鱼也好，什么都好。来到这里看看是不错，天天出去都是有鱼的，空仓出去满仓进来。我们户口迁过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这个港里还没有这个上面造纸厂，下边电厂还没有，迁过来嘛，就是想过点好日子呢。谁知道现在这个厂造起来，都后悔死了。